男孩偶然间发现自家似乎雇了一位不得了的女仆，做饭打扫他是一概不懂。可杀人放火毁尸灭迹那是样样都行。虽然平时暗杀不会这么丢出飞刀，但女仆认为刚才那种花里胡哨的刀法能让男主更清晰地明白自己的身手。然而男主还在震惊中没缓过来，他都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就在五分钟前，对方主动找上门，称自己是某位大人介绍过来应聘女仆工作。可男主根本就不认识那所谓的大人物，他又怎么可能让不明来历的女人来家里上班？于是女仆的第一次求职失败，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也就在这时，男主从远处追了过来，手中还拿着女仆落下的耳环。不料一辆货车突然驶出，眼看马上就要转身异世界，关键时候是女仆瞬间冲出救下男主，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挽救他人性命。他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感觉，心脏也止不住的剧烈
で雇っていただけますか。何が起きた。掃除道具を貸しただけなの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驚きの武器を。今片付けますので。メイドさん。看完对方一系列的精彩操作，男主才明白女仆属于笨手笨脚那类型，不过也不全是缺点，至少在切菜方面他的刀法比任何人都厉害。キャベツの千切り完遂いたしました。沙拉准备完毕，再来就是把炸猪排热热就好了。可男主却意外地发现，女仆居然没有见过类似的食物。他表示在自己的认知里，进食只不过是维持生命的行为，并没有特别在意食物的味道和外貌。男主闻言让他不要在意，要知道这块炸猪排可是他的心头好，为了买这个他专门排队两个半小时，才好不容易从老字号炸肉店买到。女仆小姐一定会赞叹它的美味。说着说着，男主才终于想起自己还不知道女仆小姐的名字，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女仆居然一直都没有名字，一直以来都是雇主自行决定如何称呼她。对此男主也没有多想，总之就先叫着女仆小姐吧。两人开始就餐，女仆吃了一口被夸上天的炸猪排，可这个食物并没有例外，她仍然无法品尝出味道的好坏。可相比于以前孤独一人的暗杀工作，与男主一同吃饭，即便没有味道也感到十分温暖。难道这种感觉就是好吃吗？晚上男主被噩梦吓醒，清醒之后传来的还有恶意，刚才的猪排两个人吃分量还是太少了。可来到厨房后他就听到了动静，想到女仆白天说最擅长暗杀，他非常不安，难道对方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夜晚暗杀自己吗？いろいろと安心したから大丈夫。それならいいこと思いついた。って言っても大したものなかったけど。食べて食べて。两人吃着夜宵聊着天，原来女仆也是被噩梦吓醒。女仆表示这还是第一次做这种噩梦，以往的梦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所以刚才看到男主做噩梦的时候，她也不知道能用什么办法安慰。男主解释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他从小都会被噩梦吓醒，但以前从梦中哭醒过来之后，妈妈都会让自己躺在大腿上继续睡。私の膝をどうぞ。いや、キッズの頃だし、今は工事の要束をわきまえた一般男子ですし。ありがとう。やば、あったかい。はい、私も。早上出门去丢垃圾，发现有不明人士把修钩放在家门口。至于弃养的理由是买错了修钩，所以想让看似有钱的男主来接盘。而男主对此虽然嘴上抱怨，但本质可是养沙溪的好人，放着修钩不管实在太可怜了。而一听男主要收养，他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阴沉，劝道就算修钩再小，但只要心里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不管处境怎样都能活下去，这便是动物的本能。靠同情心拯救的生命反而会带来悲惨的结果，脆弱的他不努力变强，总有一天会死在马路边。闻言男主并不太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但却知道女仆昨天救了自己不是出于同情心，而眼前有能拯
救的生命，身体会擅自动起来也是人的本能。另外他懂得这种被抛弃的心情很不好受，而此时他想到昨天那场意外，当时也不知为何就是不希望男主死掉，还有那种特殊的心动感觉从未体验过。也许待在男主身边一起生活，总有一天应该能够弄清真相。就这样修勾成为了家庭一员，从此起名为麻薯太郎。男主对这小东西爱不释手，反观他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因此很快就被男主看出他怕狗，这就让男主搞不懂了。而经过描述才知道，原来他从小到大一直经历飞人训练，老师会将他丢在深山老林当中，然后再放出许多凶猛的野狗追杀他，每一次都在鬼门关前反复横跳，以至于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而在了解女主曾经的遭遇后，男主表示真头疼，他做不到亲手把修勾丢弃，所以只能让女主稍微忍耐一下。闻听此言，女主反应过来不能因自身情况导致雇主困扰，所以主动提出想要抱抱修勾。然而在接触到的那一刻，他搞得比看惊悚片还夸张。本当に無理しなくていいからね。無理など決して。かなりおとなしい子なんだけどな。在他眼中，狗的爪子和牙齿都是非常可怕的，以及那锐利的眼神很难与其对视。而此时修勾闲着无聊就轻啃他的指头，结果他像遭到致命攻击一样即将进入暴走状态，好在有男主劝说才没做出反击。随后牵着修勾来到外面散步，内疚的女主感叹他真的好雅杀戏，只因女主之前生存的地方是不允许失败的，所以被男主温柔对待时，他会确切地感受到之间的距离。以前为了生存只有不断的杀戮，只因老师教过杀戮是他唯一存在的价值，而现在的生活让他赖以生存的技能全派不上用场。如果当年能遇到男主，知道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温暖的东西，或许他便能成为男主所真正希望的存在。如今感觉自己真的很没用。闻言男主觉得他一定是想放弃当杀手变回普通女孩子，其实刚见面那天很怕他的，但相处几天后男主知道了，メイドさんは実はめちゃくちゃいい子。いい子。いい子。女主想知道怎么做才能显得普通，而她认为不必太在乎自身的失败，毕竟家务活是第一次接触，会搞砸是再正常不过的，所以别再忧虑了。隔天男主出门购买晚餐的食材，他则在厨房负责把卷心菜切丝，并得出结论这样切更有效率，精神不必高度集中，还能保证切出来的大小均匀。也就在期待大阪烧是怎样的食物的同时，修勾睡到一半被饿醒，于是来到厨房找女主撒娇，请求投喂狗粮。看着他一副孱弱的样子，女主猜到他是肚子饿想吃东西，随即硬着头皮拿出狗粮喂饱他。在这期间女主忽然意识到他真的人畜无害，甚至非常可爱，因此不禁伸手想要抚摸一下，可惜男主来的不是时候，这搞得他很是尴尬。之后看到切好的卷心菜，男主赞叹女仆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了，而这句话让他信心倍增，随即让男主去做晚餐即可，他会负责陪修勾一起玩的。虽然恐惧没有完全去除，但他想去相信男主说过的话，麻薯太郎是很乖巧的狗，不会伤害人，只要克服了这一关就能变得更像普通女孩子。じゃあ俺もメイドさんを信じるよ。信じるよ。信じるよ。はい。お任せを。随后通过几次尝试，不再恐惧的他已经开始享受其中。现在想想前面的自己真的很蠢，不过也因此能够理解男主第一次见到他又逐渐适应的心情，原来那种感觉是这样的。之后晚餐吃了一盘大阪烧，眼看女主意犹未尽的样子，他便提出再煎一份。しかしお手を煩わせるわけには。体はだいぶ正直だけどね。过程中男主声明说一些任性话是普通女孩子的代名词，所以再来一份大阪烧是迈向普通的第一步，现在若是还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说出来。闻言女主希望能帮自己取个名字，而这让男主有些意外。随后经过询问得知女主大概是在冬天出生的，具体几月几日并不知道。一番思索男主决定叫她雪小姐。话音刚落，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杀手代号雪，本来是痛苦的回忆，但男主又补了一句很喜欢雪，洁白又漂亮，每次下雪的时候男主都很兴奋，还有雪是很温暖的，听说田地上堆满白雪，下方的土地和种子就能不被冻结的度过冬天，所以是雪起到保暖作用保护了他们。而对于这番说明女主甚是满意。素敵な名前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人吉様、雪、雪普通に笑えるんだ。男主见同学们都打了耳钉，也想要尝试，但又不敢自己一个人弄，于是便想让小雪帮他这个忙，既然是男主的要求他自然不会拒绝。当他准备要下手的时候，却开始感到非常紧张，突然门外的门铃响了，原来是男主的妹妹。他得知哥哥捡到了一条狗，于是特意来看看，但他没想到打开门的居然是一名陌生的女子。有那么一瞬间他感到非常震惊，不过更多的则是对于老哥的不满。你偷偷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仆小姐，居然还不告诉我，我们之间的信任去哪了呀？而男主也是怕妈妈知道这件事会感到担心，所以才没告诉她。小雪有点意外，你们明明是兄妹居然还分居两地吗？当有漂亮姐姐和她搭话的时候，妹妹瞬间变得害羞了起来。だからリコには言いたくなかったんだよ。うるさいから。冷静下来后，妹妹开始介绍自己：“我的名字叫做李恋，我那愚蠢的哥哥承蒙你的照顾，今后也请多多指教。”
小雪见对方很有诚意，于是她也将自己的事情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因为我以前从事的是暗杀工作，所以一直都没有固定的代号。雪这个名字也是人好大人帮我取的。妹妹完全迷上了这个漂亮的杀手姐姐，她真是又高贵又优雅了，简直就像是某户人家的大小姐一样。但见到她的签名后，瞬间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这潦草的字跟她想象中的形象完全不同。而对于这一点，小雪也很抱歉。我实在是不擅长书法，我比较擅长的是交流，因为要在不同国家潜伏，所以我掌握了12种不同国家的语言。得知这个后，妹妹更加崇拜她了。而且这签名虽然潦草，但也莫名的可爱，我非常的喜欢。忽然妹妹想到了一个鬼点子，她决定今年暑假的自由研究主题就是雪小姐。私なんかでよろしければ。では早速、ユキさんがいいんだよ。殺し屋さんっぽいところを見せてほしいです。说到这个，小雪可来劲了。他们一起来到了熟悉的后院，让妹妹顶着一个苹果，然后她高高跃起，抛出飞刀，稳稳命中目标。亲身经历这种事情，妹妹无比兴奋。之后她开始采访小雪的一些暗杀经历，身上有多少把飞刀，都携带在哪个位置等等。而对于她的问题，小雪也是不厌其烦的一一作答，甚至还撸起裙子给她看飞刀的具体位置。时间在愉快的氛围中慢慢流逝，聊着聊着妹妹的肚子都饿了，于是乎他们来到了外面的餐厅吃饭。妹妹忽然注意到了墙上的海报，今年的夏季庆典要开始了呀，那里好像有卖酱汁鲜贝的摊子。一听到猪排酱这个关键词，小雪的口水不争气的流了出来。他们来到了射娃娃的区域，原以为这会是他的主场，但没想到他只擅长用飞刀，并不擅长射击类的武器。在这个项目上，他和普通人没啥区。随后他们来到了抓金鱼的地方，他的手法直接把老板都给吓到，没想到他居然这么会抓金鱼。妹妹希望他能够将技巧传授给自己，而小雪也是尽可能的教他。最后终于到了小雪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酱汁鲜贝。突然妹妹声称她要去买饮料，而为了避免和她走散，男主和小雪也只能先到旁边等她回来了。小雪没想到夏日庆典居然这么的有趣，这是她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以前的她只是一个暗杀机器，即使是愉快的节日她也感受不到任何快乐。回家的路上，忽然有一个抢劫犯朝他们袭来，好在小雪及时出手救下了妹妹，好在人没出事。不过之前买的酱汁鲜贝都遭殃了，男主开始抱怨，这种坏人真应该遭受天谴啊！不仅当街行抢，还差点撞死人，真的是太过分了。承知しました。ゆきさん。为了防止出现大事，妹妹和男主也尽量跟在小雪身后，因为对城市的了解，他们走了一条近道，希望能够追上。抢劫犯还在庆幸自己车技好跑得快，却没想到小雪已经追了上来。他高高跃起，用飞刀稳稳扎中了对方的车胎，抢劫犯也因此失去了逃跑能力。小雪并没有杀他，毕竟他已经不想再当杀手了，他想要留在男主的身边，追他也只是为了给他一些教训罢了。接下来就交给警察来处理吧。妹妹实在是太开心了，今天的经历真的是又刺激又有趣啊，这绝对会是最棒的自由研究报告了。妹妹一直提到这个，小雪忽然感兴趣了起来，因为她从来没有上过学，也没做过自由研究报告。妹妹则表示学校可是很有趣的地方，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忽然小雪萌生了一个想法，她也想试着去学校看看了。男主觉得没问题，如果想要交朋友的话，学校不失为一个好地方，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学校看看。随着新学期的到来，男主又要开始上学了。忽然一老哥兴高采烈地跑过来和他搭话，你有听说那个传闻吗？据说镇子上最近有个超级正点的女仆出没呢。这可把男主吓够呛，毕竟小雪确实太显眼了，最近也经常出门，好在他们并没有发现小雪是自己家的女仆。而正当他为这一点感到庆幸的时候，老师忽然宣布今天来了一名新的转校生。男人怎么都想不到，成为究极吃货的杀手竟如此疯狂，只因校园里售卖着一款特别美味的限量面包，但因为所在班级距离小卖部太远，就连田径部的男生都很难抢到。结果女主直接来到楼顶，在高楼的栏杆上来回穿梭，而看到她冲昏头脑的眼神，有过经验的男主知道根本劝不动，只能祈祷千万别被楼下的体育生发现，而且必须领先他们一大截才行，否则女主从天而降的画面可能会被看到。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女主当即点了一份面包和三明治。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那里严格要求每人只能购买一份。虽然有些不舍，但她还是打算把面包让给男主。而男主见状表示以前吃过了没关系，况且这是女主努力后的成果。闻言他感到受宠若惊，随即思考片刻，掰下不到一半的一半面包送到男主嘴边。虽然他对此有些不好意思，但被主动投喂的机会可不是常有的。いかがですか？おいしいです。时间回溯到两天半之前，班主任介绍他身份是男主的表姐，而看着成为转校生并坐到前排的他，男主紧张到汗流浃背，毕竟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杀手。直至熬到放学，妹妹兴高采烈的欢呼惊喜大作战成功，显然妹妹就是罪魁祸首，这让男主感到头疼又莫名其妙。而女主解释，她是托暗地里的工作关系办好的入学手续，以及妹妹建议自称亲戚更容易让同学们接受，在同班的情况下能更好的服侍男主。至于隐瞒到现在，是妹妹觉得这样更有意思。闻言男主气得给她一记手刀，不过瞧见女主以为自身做错事而慌张的样子，男主无奈感叹算了，自己并没有生她的气，只是受到一点惊吓。晚上妹妹留下来过夜，其目的自然是为了跟女主多待一些时间。她表示有一段时间特别想要姐姐，甚至把欧尼酱幻想成姐姐过，直到现在也没有打消那种想法。因此妹妹希望他们两个能尽快结婚，这样所有愿望都能全部实现。还有看得出女主对她是有意思的，所以攻略起来肯定很轻松。而这让男主不禁联想到前面被投喂的情节。此刻女主刚洗完澡，问到哪个人要结婚了，羞耻的男主刚要岔开话题，但妹妹强势助攻，问她喜不喜欢欧尼酱。はい、お期待しております。之后三人坐院子里一边吃水果一边聊天，妹妹表示很羡慕她天生丽质，就算不化妆也美得倾国倾城。而对此女主声明喜欢妹妹的外表，情感丰富又惹人怜爱。听她这么一说，妹妹相当开心，随即再次把话题聊到男主身上，认为欧尼酱刚才不说话肯定是在想若以后跟女主结婚，那么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色了。而女主还是很疑惑，只因她不清楚结婚意味着什么。至于妹妹让男主想象一下，要是女主愿意嫁给她会不会很高兴。闻言男主冒着处理器被烧坏的风险表示应该会很高兴，却不料有只猫脖子上挂着摄像头，正躲在旁边的草丛里拍下这整个过程。直到第二天上学，打瞌睡的他被班主任发现。嗯，そこ寝るんだな。班主任做梦都没想到，一次远程攻击居然能造成双重暴击伤害。随即男主捂着眼睛来到保健室，结果平时的校医不在，而是换成了风韵犹存的大姐姐。女人自称是今天开始担任医生的新田。在了解男主的受伤情况后，她拿着手电筒来到面前仔细检查，还问女主是她的什么人。当听到是表姐时，她忍不住发出笑声，并调侃长得一点都不像。接着开始诱惑男主，表示非常喜欢她的长相，跟小动物一样可爱。而当男主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女人把门反锁，再脱掉外套直呼男主名字，这就相当奇怪了。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又怎么会知道？眼看着男主即将变成大人，结果女主强行破坏门锁闯进来。やだもう、ちょっとしたジョークじゃない。わー、ゆうきさん。いかがされましたか、ひとよし様。ピーピーハムハムハムスターみたいで。女人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态度，叫男主坐到身边给上眼药水。而女主看着对方的眼神一言不发，接着抓住男主的肩膀贴到身前，感受着背后的脑电波。男主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听到女主严肃要求不准靠近那女人的时候，他瞬间联想到妹妹说过女主大概率是喜欢自己的，所以现在女主试图坛子打翻的表现。而此时女人回到原来的位置，不再强求，提醒后面有问题再来找她。另外今天能见到他们两个非常高兴。退出保健室后，男主还在胡思乱想，当女主表示要告诉他一件事情的时候，男主下意识以为要告白。先ほどの女性、あれは私と同業の者、暗殺者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此刻那只带有摄像头的猫回到女人身边，透过高科技眼镜看到了他们昨晚上发生的事情。他没想到女主来岛国不是为了工作，而是跟个小屁孩玩过家家，最后声称要粉碎女主现在的生活，以防男主被新出现的杀手干掉。女主便全天25小时贴身保护，即使睡觉也要待在旁边，只是这样做男主可就不好受了。随即表示比起自己被坏人盯上，男主更担心她的安危。此话一出，即便他也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很快自信的保证就算睡着时也不惧任何偷袭，甚至能单手反杀那种货色的敌人。虽然害男主受到牵连很是抱歉，但他让男主尽管放心，只因这是他最为擅长的领域。何があっても必ず。あなたは私に温かさを教えてくれた大切な人ですから。感到热血沸腾的他立马起身，表示依然很担心女主，不想看到她离自己而去的画面。随后女主打开窗户通风降温，可却不料空气中全是酱汁的香气。仔细一瞧，发现气味来源是在围墙上。而在注意力分散的瞬间，男主已经被杀手格雷斯抓到一旁，并嘲笑他还会犯这种幼稚的错误。龙生九子其中一员的白狼也不过如此。眼看女主打算动手，他当即用男主的眼球做威胁，却不料女主直接飙起中文。だから大人しく。对他动手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样吗？你将会一直长大。生不如死的滋味，直到永远。你有这个觉悟，对吧？
格雷斯现在也不想闹个鱼死网破，为了顺利砍下白雪的保龄球，所以让其两点之前到学校找他，否则男主性命不保。直到两人消失，女主再次想起自身本质是个杀手，不该奢求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打算再把敌人干掉，解救男主之后离开这个国家。只是想到这里，脑海中又闪过男主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愿看到他离自己而去的画面。镜头切到学校这里，将男主捆绑起来之后，他全程嘴遁，会落得这副处境都是女主害的。然而男主不为所动，他坚信女主一定会拯救自己的。但格雷斯闻言反倒觉得很可笑，明明什么都不懂，随即声明那女人可是怪物。虽然杀手大多冷血残忍，但白雪却是他们之中最特别的。殺すことが生きがいの慈悲も容赦もない冷酷非道な殺人鬼。それが流星九死第四死。白狼の主へ。所谓龙生九子，便是各国最顶尖人才聚集组成的暗杀集团。据说人类历史变动的事情，其中必有他们的痕迹。不过因为他们太强大，与之敌对的组织也非常多。要是他成功击杀了这么一个传奇人物，那就能实现财富自由，接着包养几个猛男，前往圣托里尼岛悠然自在地度过余生。而此时男主反驳，自己认识的女主是个缺乏常识且具备天然呆属性的吃货女仆。后面省略一堆没必要的话题。很快女主来到现场，在他迈开步伐靠近的瞬间，格雷斯直接掏枪射击，结果子弹被女主轻描淡写的给切开了。それは想定内。按照有烟无伤定律，下一刻他便趁着烟雾的遮挡快速近身，在即将人头落地的刹那间，格雷斯猛地拔掉尾巴进行格挡，而一击没能得逞，双方再次拉开距离。面对敌人的询问，到底为了什么才想变得普通，结果他表示男主明天得上学，所以想要尽快结束，否则熬夜对身体不好。而这般若无其事让格雷斯恼火至极，于是用手机遥控激活周围的狙击枪，只要再敢上前一步，那么他立马会被打成人棍。按理说他的威胁应该会起到作用，但女主根本不按常规出牌，没等对方话说完便再次发起冲刺，而被逼急的他索性按下开关。然而女主丝毫不慌，前进的同时往四个方向丢出飞刀。这一刻他怎么也没想到，那四条雷射线反而给女主提供了能够锁定的目标，再加上女主本身精准的掌控，瞬间便挡下了所有子弹。意识到快要领盒饭了，他急忙用嘴遁干扰，企图在女主分心的瞬间逃跑。可女主声称之前觉得最好的归处是不断的杀戮，现在她不会杀任何人，也不会让男主因为自己而丢了性命，从此会凭借自己的意志把所有理解的普通坚守到底。而这些话搞得格雷斯一脸懵逼，明明传闻女主从不会放跑盯上的猎物，如今看来她只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任性女人罢了。不然以女主的手速，刚才又怎么可能会砍不到自己的脖子。絶対死ぬと思った。命拾いしちゃったな。あの二人面白い。回家途中，心大的男主没有丝毫惊慌，但女主因为这场意外很过意不去，所以只要男主一声令下，那么他会立刻从眼前消失。然而男主早料到他会这么说，随即让女主教自己防身术，毕竟再怎么说自己也是个男人，不想成为他的负担，甚至希望能帮上女主一点忙。就这样，他被男主该死的亚沙西给感动到了。私でよければ。被打服之后，格雷斯放弃了对女主的刺杀，且发现两人特别有意思，所以作为乐子人的他决定金盆洗手，不再伪装，打算和他们继续体验校园生活。而对于这番描述，女主二人自然是不相信，毕竟谁也不会希望身边有颗定时炸弹。闻言，格雷斯再次保证以后都不会杀人，并提供三个月无限量的藤田面包。此话一出，对于吃货女主来说根本无法抵抗。乗った。あ、乗った。交渉成立。ですが、その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たとしても、私が必ずお守り。キュル。就这样，格雷斯的设定成了男主亲戚家的姐姐，现在是学校新招聘的体育老师。由于总是黏在男主身边，这让周围出现不少嫉妒男主的小黑子。而女主即使知道他没有敌意，却还是会经常妄想这边。只不过女主越是在意，格雷斯就越兴奋。虽然男主段位太低，没意识到问题所在，但他很清楚白雪在发酵变酸。于是为了看对方醋坛子打翻会有怎样的表现，他便假装要亲吻男主脸颊。很快，旁边铁门被女主用排球打得凹陷进去。望着眼前的一幕，逐渐回过神的他感到惶恐不安。本来担心杀手的身份会因此暴露，却不料女生对他更加崇拜了。这要是参加比赛，不得拿金牌拿到手软。直到下课，女主很是自责的道歉。当问到为什么会那样做时，女主声称也不清楚，但每次看见男主被格雷斯贴近，她就会感到很不舒服。これは普通なのでしょうか？気づいてないね。私は何か変なのでしょうか？
后来周末他一如既往的早睡早起，而经过多次练习，他终于是能够普通的把衣物清洗干净。换作往常简直是大型灾难现场，因此女主高兴的像个百多斤的孩子。下午男主带着他去买炸猪排庆祝一下，而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最喜欢的炸猪排酱汁出自同一家店。当听到酱汁配方出自老登之手，女主更是把对方当偶像，并且还自带一层滤镜，明明手抖的跟帕金森一样，可在要下刀切炸猪排时却稳如老狗，甚至每块炸猪排的间距分毫不差。所以女主怀疑老登可能是传说级暗杀者，而此时老奶奶递给他刚出炉的酱汁尝鲜，结果他的反应更夸张了。晚饭之后，男主有些好奇他所在的杀手组织，于是便上网搜索调查一下，却意料之中的没半点卵用。虽然想多了解一下女主，不过担心直接问会勾起他不好的回忆，便一直没敢开口。随后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接着又梦到儿时被母亲抛弃的场景，明明母亲也很难过，却还是选择离开男主，并表示用不了多久肯定能再次相见。忽然男主在哀求中醒过来，女主发现他在做噩梦便过来查看，结果他在梦境影响下直接扑向女主怀里。此刻手机不小心掉落在地上，而女主一眼看到上面的搜索内容，得知男主在意她的杀手身份。男主见状有些不知所措，然而女主直接坦白，其实她也不清楚龙生九子是怎样的组织，只因她小时候是被师父带进去的，从此一直在完成师父下达的委托。虽然组织每年会召开一两次干部会议，但每次都由师父代替参加，所以连另外八个杀手也没全见过，就算见过也不知道叫什么。虽然以前过得像行尸走肉，但现在和男主一起生活让她感到很温暖。说到为何那么喜欢给男主吸枕，是因为她第一次确切感受到帮到了男主。而闻听此言，男主坦白其实刚才做的不算噩梦。どんな夢だったんですか？母さんの代わりに迎えに来てくれた夢。